王牌茶话会游戏规则，每队派出两人接受惩罚，其余队员需要为自己设一个代号。乌鸡胗，榴莲牛奶。游戏开始后，主持人首先喊出代号，被叫到的人立刻站起来并叫下一个代号，依次类推，没及时回应或叫错代号的人所在的队伍失败。本场获胜的队伍呢，还将获得由全国热销的小瓶白酒小郎酒提供的10万元环保基金。开始来茶话会了啊，别忘来点小郎酒可以助助兴啊。两位特工都是有权利的，就是对方想给自己取的名字由你们来指定。明白。第一题的题目叫做是我的孩子叫什么。我的儿子名叫贾玲，实在太美了。哦，哎呦，我就叫蚂蚁经走了十年。蚂蚁怎么了？蚂蚁经走了十年了。蚂蚁经豆和十年走了。蚂蚁走了十年了，好难啊。我叫重庆无敌钢铁侠。重庆无敌张铁强。钢铁侠，钢铁侠，钢铁侠。我真的要晕了。费杰老师，回锅肉。我的儿子是帅哥。我吗？这个是比较难的哈。乌合啦啦乌鸡胗。乌啦啦啦圆王子。什么？乌啦啦啦圆王子。圆王子啊？圆王，王圆的背后，王圆王子。我叫 Bondarchuk。 什么苏联的表演艺术家 Bondarchuk。 本儿子亲啊，这样吧，让蔡少芬老师翻译一下，叫什么？冈达尔钦克。邦达尔丘克。钦克。丘克。哎，邦达尔丘克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一个人名啊。好吧，邦达尔钦克。哎呀，真的是，那你说的太难了，你们能不能说点简单的？沈腾名字叫什么？我的这个叫个你是什么？我的儿子是帅哥。你是什么？我是重庆无敌钢铁侠。哎，你这个叫什么来着？你这个忘了算了。乌拉拉拉圆王子。别人都忘了，还没想起来。暖水滚滚。天哪，什么呀？拿水滚滚，拿水滚滚，你就别记了，好吧？你就放弃吧。哥，这样我站上去自动喷10次，你告诉我字怎么写，写出来给我看一下。我光会说阿拉伯语，我不会写。厉害了，厉害了。好，一人重复一遍啊。贾玲实在太美了。妈已经走了十年。重庆无敌钢铁侠。回锅肉。我的儿子是帅哥。乌拉拉拉是圆王子。邦达尔丘克。叫啥？自个儿都忘了。忘了。哎，你怎么样啊你？Nerd creature。我跟你讲，字幕组会恨你的，这几个字真不知道怎么打。Nerd creature。各位，名字不再绿了，都是自己给自己刨的坑啊！准备好，节奏开始。我的孩子叫什么？重庆无敌钢铁侠。不叫重庆无敌钢铁侠，叫什么？Nerd creature。我唱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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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对啊，你们女的错了就喷你啊。哎呦，哎，这句话呢，因为跟事实稍微有一些不符，说不出口啊，太为难了。好了，我知道，这句话确实是一句谎言。顺着这个来，就直接顺着这个来吧，来。好好。啊，不叫贾玲实在太美了，叫什么？叫蚂蚁竞走十年了。不叫蚂蚁竞走十年了，叫什么？回锅肉。回锅肉。有。不叫回锅肉，叫什么？叫邦德尔丘克。不叫邦德尔丘克，叫什么？叫呼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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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我叫乌拉拉拉圆王子，叫什么？贾玲实在太美了。不叫贾玲实在太美了，叫什么？思简思涵微醉。这是一种不自量力的挑战。叫什么？哪吒出哪吒昆水哪水滚滚哪吒昆水哪吒昆水。好了啊，这第一轮两队打平，请开第二轮的阵容。你换我，我换您。啊，真的？嗯，来。好，好，太好了。可以啊，换换运气。这一轮的题目是，节假日最爱干什么？哟，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跳个舞吧。啊，跳个舞吧。跳个舞吧。唐老师干什么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。啊？还怎么难？绕口令都来了。太好记了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嘛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腾哥干什么？我去菜市场买两捆小葱。哎呀，你说故事啊你。再买二斤羊肉。没那么长，没那么长，回家炖你的 corner culture。 没假。不带这样赖皮的啊，你越说多人家越记不住，不能超过六个字。哎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能超过八个，不能超过八个。我再回自己家里搂一小觉，搂一小觉。十一个字了，不行，没过。那我就改成自己回家搂一觉。好好好。好，国立老师，出去带狗遛个弯儿。摆龙门阵打麻将。啊？是什么？还可以说放花年啊。哦，摆龙门阵打麻将，是不是？啊，摆龙门阵打麻将。小圆儿，赏沈腾五十大板。赏沈涛五十大板。沈腾不是我，娘娘不是，是沈腾不是我。沈涛。赏沈腾五十大板。沈赏头五十代吧，沈赏头五十代吧，那个容易一点。戴老师，找我玩儿。这个很好哎。沈赏头五十代吧，沈赏头五十代吧，沈赏头五十代吧，沈赏头五十代吧。好，铁林老师，御花园里溜溜弯儿。嗯，我是带着狗去遛个弯儿。哎呦，那我带着你了。开始来节奏。节假日最爱干什么？找我玩。我不玩。
是我不好玩，我不玩，那不行。皇后娘娘，我求您玩一下。不能找我玩啊，就加个不能怎么怎么样，然后接自己的那个词儿。不要御花园里溜溜弯，干什么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。哎，不要不吃葡萄葡萄皮儿。您是吃还是不吃？不吃啊。来了啊！哎，节假日最爱干什么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。不要啊！不要不吃葡萄皮，又不要了，又喷了。那我怎么办？啊！不要不吃，不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。干什么？带着狗去遛个弯儿。好，不要带狗去遛个弯儿。干什么？跳个舞吧。不要跳个舞，干什么？跳个弯。他想说跳个六啊，手一急都出来，跳个六啊，跳个六啊。哎呀，我真的好烦。好，来，我继续出题啊。节假日最爱干什么？摆龙门阵打麻将。不要摆龙门阵打麻将，干什么？抢枕头。带狗出去遛个弯。不要带狗出去遛遛弯。干什么？找我玩。别找我玩。本来我都没想找你玩，没看你这样吓得。不要带狗出去遛遛弯，干什么？找我玩。别找我，我就害怕。不要找我玩。不要找我玩，干什么？摆龙门阵打麻将。不要摆龙门阵打麻将，干什么？啊，跳个舞吧。不要跳个舞，干什么？想楼道五十代板。什么？哪来的刘涛？你为什么要打刘涛？你们关系这么差吗？刘涛，说出心里话来了。是，你听错了。刘涛都没有来。没有，我说沈涛。我跟你关系这么差吗？娘家都叹气了。哎呀，好，这轮又已经结束了啊。好。下一题谁接受惩罚？我没事，我去惩罚。还是我的太子心疼我呀。哎，不要不吃葡萄葡萄皮儿。不要不吃葡萄皮儿。我接受惩罚吧。哎，老师，您是咱们这队的老师。那他是我们的兵队哟。皇上，你们队不能俩都接受惩罚。您是咋？不能谁错都滋你们，那不合适。好，第三题的题目，平时喜欢听什么？我提醒一下两位特工，这一轮你们可以指定对方的任意一个人说你想让他说的那句话。简单一点的，给他来一个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用一下特权。好，你想指定谁换？我要把蔡少芬老师的换成粉红凤凰花凤凰。粉红凤凰花凤凰呀，可以啊。我再换一个。哎，我说错了。白石搭白塔，白塔白石搭。白石搭白塔，白塔白石搭，白石搭白塔，白塔搭石搭。好可爱呀！哎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好。你们先说完再说吧。好，来。那我也选我的特权。好，特权特权。
白糖什么？啊？白糖加起来，白糖加十大。我把国立老师换成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What？ 红换成什么？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红鲤鱼。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说什么呀？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绿驴。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贾玲这边。啊，臣妾好像有喜啦。几位？贾贵妃好像有喜了。啊！哇，好像哎！不一定呢，不一定啊，都别传到皇上那儿去。那个，我想个我的歌吧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最爱听这个。好，娜娜。我就叫那个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。这么长啊！最爱听多瑙河之波。啊？多瑙河之波。多瑙。一歌，多瑙河之波。波涛的波。波老的波。邓婷老师。最爱听。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，多瑙河之波，节奏来。平时喜欢听什么？臣妾好像有喜了。不是臣妾好像有喜了，是什么？白石搭白塔，白塔白石搭。不是白石榨石糖，是白石榨石糖。娘娘，白石和食堂的关系是？这什么呀？菜菜，我听完你说，我的血糖都上来了，我。哎呦，我胃疼啊！加油啊！好，换一句啊，换一句，来继续开始。平时喜欢听什么？白石搭白塔，白塔白石搭。不是白糖白吃糖，白糖白吃。臣妾做不到啊！算了，放过你，放过你。你太好毒了。换。化妆有吗？化，等我一下，化妆有吗？啊，胡子掉了，胡子。好，先给铁林老师粘一下胡子。白，给我再一次，好，岂有此理！胡子掉了都。白石搭白塔，白石加白糖，搭白塔。我给你解释一下哈，白色的石头搭成白色的白塔，白石搭白塔啊，对了，白塔白石搭，白塔白石塔，臣妾做不到，白死他，为什么要白死他？好，改了吧，我放弃了，这太好了，这个换一个。我最爱吃猪扒包，翻译。我最爱吃猪扒包，好不好？我最爱吃猪扒包，你最爱饮汽水。饮汽水什么？喝可乐。菜菜，放你一马不代表你可以这么改啊！放肆。这样，就第一句。我最爱吃猪扒包。我最爱吃猪扒包。好，来继续了啊。平时喜欢听什么？香妃变成蝴蝶飞走了。不听香妃变成蝴蝶飞走了。听什么？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不听红鲤鱼绿鲤鱼与驴。听什么？听我最爱吃叉烧包。叉烧包啦！叉烧包啦！
哎呦，我第一次见到菜菜的表情在啊，太好了，我会搞，大家都不会搞。没有想到在这个环节他居然能赢一次。什么居然？人家我错了啊，我错了啊，来我们继续开始。平时喜欢听什么？香妃变成蝴蝶飞走了。不听香妃变成蝴蝶飞走了。听什么？我最爱吃猪扒包。不听我最爱吃猪扒包。听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不听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听什么？那个贾玲，哎，那个贾玲好像怀孕了。你看沈公公，沈公公已经被喷成雕像了。你知道干冰的味道吗？